熟能详的台语经典歌曲《望春风》，台艺美籍大提琴家郭前哲透过西洋乐器大提琴谱出台湾的本土情怀。这首人人朗朗上口的曲目将在520就职国宴上登场。台语的唱法跟我们国语的唱歌的方式又不一样，我会用不同的滑音，因为滑音这个东西，我们台语在讲话的时候会有这个有点滑滑的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是特别是为了这个台语的这个版本呢来诠释。郭前哲4岁开启音乐之路，12岁跟着妈妈到美国发展，不仅在许多音乐盛典都能看见他的身影，更曾经在纽约大都会台湾日穿上印有台湾字样的球衣演奏美国国歌，成为台湾之光。戴上墨镜，一身球衣，在纽约球场40,000名球迷见证下完成国歌演奏。而这次回台湾最念念不忘的还有传统美食啊！我最喜欢台湾的这个蚵仔煎啊，然后豆花、啊、晚宴在那个台南要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什么虾卷啦，什么那个米糕啦，什么牛肉汤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台湾之光要上国际，今年透过 AIT 邀请，将在520台南国宴上演出，谱出台湾新乐章。三立新闻蔡宇中嘉义台报道。